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组之质询，请陈委员慢力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那我要请行政院的林院长。请林院长。陈委员好。林院长好，辛苦了哈。今天是最后一个阶段，在总咨询的这个部分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今天放的是跟那个环境比较有关心的一些的议题，但是环境的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在环保署哈，它还会跨到别的单位。那我想请问一下院长，你知道这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吗？抱歉，这个我不清楚。你会觉得它很美吗？对，是蛮漂亮的一个海滩。对，而且它非常的清澈哈，这是在澎湖的望安。澎湖有大大小小90个岛屿哈，像这样子的风景的岛屿有90个哈。那这样子的美丽，其实是我们大家会看到澎湖的一个重要度。那当然就是说，在前两天，我相信院长你也看到了，就是说在10月15号，澎湖有一个很壮观的哈一个公民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举办。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哈，就是说澎湖人其实他非常的聪明，他们虽然是说有些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大啦啦的都在标举的他们到底是要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因为他们非常的内敛哈，也非常的淳朴。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说我们还是在这个博弈公投之后，还是能够给澎湖一个应该要有的一个协助哈。如果照这个澎湖县长所说的，就是说他每年的收益只有3亿，可是他每年的这个在澎湖县政府可能都要花掉50-60亿哈，所以这种情形他就变成非常的需要中央这边的协助。可是在中央的协助到底是不是能够让他们觉得真的是有在协助哈？我个人是会认为澎湖它是一个低度开发的一个地方，然后尽量保持它的一个美好。那我在澎湖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会看到就是说澎湖他们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好的交通规划，包括台湾本岛一直到澎湖，还有澎湖之间的90个岛屿或者是几个比较90个岛屿里面的一些的比较大的岛屿，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些的规划，彼此之间能够有连结。还有就是澎湖的医疗，他们认为说澎湖的医疗的品质并不是让他们那么喜欢哈。那另外就是说，我其实也还知道说，大家都觉得澎湖是可以观光的。我常常就在想说，如果很多的人会跑到国外去拍一些婚纱的话，为什么不考虑到澎湖来拍婚纱？澎湖这么漂亮的地方，那我不知道，就是说院长，你对于澎湖，在您的任内可能会给澎湖什么样的一个规划的愿景吗？是的，那个我们认为澎湖确实，正如刚才陈委员所提到的，应该把它具有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景观啊，要能够尽量做好，这个保育，然后让这个澎湖的这个观光啊有一定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早上在杨耀委员咨询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未来澎湖过去它虽然有一个低碳岛的一些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把它更进一步变成一个就是以观光为特色的一个绿人岛。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整个未来它的规划和整个的这个设计呢，这一部分都能够融入在这个澎湖岛的建设里面。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观光的这个资源能够做一些分布，让它的冬季跟夏季之间呢，夏季的观光品质要能够继续提升，冬季的话呢，同时它要能够有一定的观光的数量那么这个是我们认为未来就是希望能够以有特色的观光作为澎湖未来发展的一个对，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哈，小英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他也提出了海洋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大方向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个我们台湾全国来说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海洋政策纲领的。那这个海洋政策纲领呢，当然不是说只聚焦在澎湖，而是台澎金马。可是你看澎湖光90个岛屿，它的海域如果连接起来的话，它的土地、它的海洋跟土地的面积其实就大得不得了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真的要需要有一个海洋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台湾今年，我想院长你今年520上任之后呢，可能也会碰到一个就是全球暖化，台湾会碰到很多的这种气候变迁的事情。那就是说在520之后我想请院长回想一下，你在上任之后短短的五个月里面，你碰到了多少的台风，然后碰到多少的这个我们要去承担要去负担甚至我们台湾的损失，您大概碰到了这些事情，你的感觉或者说你认为在这个部分中央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处理这些事情？确实这个在过去这段时间之内，我们有看到就是台湾确实面临到像这个台风，而且特别是强势的这个豪雨啊，那么对我们造成的冲击，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有关防灾的救灾的一些做法上都有很多的挑战和考验，所以我们确实是要考虑到就是因为自然气候的这种剧烈的变迁啊，对我们的冲击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个包含了一些民生的这些就是维护的这些系统啊。本身我们需要去强化，特别是像最近有提到的像台电的这个电缆是比较低价化等等，那么当然我想这个工作不止这些，包含我们的现在道路啊，这个尤其这次的这个下雨啊，其实不是风灾，只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对东部地区的这个影响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道路铁路啊这些路基它的这个未来的这种抗灾的能力都需要重新再检讨。对，我想就是说台湾其实在这半年当中应该也是花了蛮多的钱，就是在处理这种风灾啊，或者是这些的一些的气候变迁的一些的花费，真的是蛮可观的。所以有的人就开玩笑说我们赚的钱也许在这个地方就亏出去了，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全球暖化的问题。所以其实不光是台湾，甚至我们会看到美国他们的政府组织再造的时候，他们就有特别考虑到这个气候变迁和永续的这个部分的讨论。然后呢美国他们在这方面的关心之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日本他们也会有一个海洋基本法，然后呢他们的海洋事务的这些单位甚至呢也有一个技术研究的这个研究所，就是在海洋这个部分的。那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嘛，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不同国家的看法，包括美国日本，甚至我很惊讶的发现是说中国它也有那个海洋国家海洋局，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可是呢我就看到我们台湾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海洋相关的业务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海巡署啊、渔业署啊，或者气象单位，那海巡署他可能就是 来抓一些坏人啊，然后这个渔业署大概就是在捕获大渔获量这样子，那气象局他大概就是预测一些台风啊，这个到台湾来的这个几率啊等等之类的。可是这些单位其实他都没有那个能力把它拉高他的这个层级来做一些的那个海洋的保育，甚至就是说整个海洋的政策。所以像我们现在法律其实已经通过了，就是说我们要有海洋保护署，我们要有海洋研究院，国家级的。那我不知道院长在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有一些的就是说会把这些事情落实呢？这个部分哦，其实目前我们虽然是有组织法里面有定位有海洋委员会哦，但是海洋委员会目前是有一些争议，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海巡署呢是海洋委员会的下面的，在规划中呢不是一个下属的这个单位，但是呢问题在它的组织人员都非常大，那如果除了这个之外几乎其他的这个还另外还有个海洋的研究单位就没有了，这个是有点头重脚轻的问题。而且海巡署是不是应该放在海洋会，这个部分也有一定的争议，主要是原因是因为诚如刚刚委成员说的，就是台湾现在需要是一些海洋的政策啊，要怎么去思考。我们台湾因为台湾四面环海，但是我们在海洋方面的政策思考其实是不多的，所以要如何增加它的这些政策的这个研析和这个规划的能力，同时呢要把海洋研究这个部分要做好的话呢，海洋委员会的定位和它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要有重新再检讨必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海洋委员会我们把它的这个组织的成立有再把这时间往后推延，也就希望重新再做一方检讨。那么至于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渔业啊、气象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放在海洋委会可以一并拿来检讨啊，但我们希望最主要还是希望它不只是有执行的功能，它最好是一个政策规划的这个功能，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来看海洋的战略其实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想院长已经提证了，这个事情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我们国家虽然小小的，土地蛮小的，可是我们的海洋是很大的，所以这样来看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一个海洋大国。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像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就会有一些的指标生物嘛，可是这些指标生物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像画面上的这一只呢，它是那个台湾白海豚。那台湾白海豚呢，它可能就是海洋保护的没有很好，所以它变得很瘦弱，然后呢它的这个鳍呢就很容易被割伤，就是我们保护其实还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连这样子的一些的很基本的都没有顾及到的话，很可能大家就是流于空谈了。那流于空谈的话，就会可能会谈很久，一年两年十年就这样拖下去了。所以呢，我是想说在这个部分也是特别的期待，就是说我们这个海洋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在一个很前面的一个思考，甚至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小英政府的一个亮点。那比如说我现在又看到了我们的环保署长在这边，我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问院长比较好了，就是那个环境资源部环境资源部，其实我原来以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李署长到环保署去很快的就会把环境资源部把它架构起来，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民间的呢就会对于这个环境资源部它到现在还不能够成立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还会有一些的屈服啊？就是说有一些是不是利益摆不平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会有一些的没办法有大家的希望很快的就把它完成。我不知道院长您怎么样来想这件事情。这个部分我倒没有听说有什么利益的考量了啊。那主要原因是因为环境资源署它的这个。如果要照原来规划要能够，我们也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不过呢因为它涉及到是其他部会的一些业务移拨，甚至也牵涉到刚刚讲的海洋署的海洋学委员会的定位啊，因为海洋委员会定也涉及到内政部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它这一连串调整其实太中间的影响部分很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个主法通过之后，这几个部会呢始终没有办法啊，它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法始终没有办法在立法院通过，原因是因为这里面还有相当争议，而且是往往是。那请问一下院长，这个不管是海洋的还是环境资源部，你有一个时间表吗？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子，我们是把这个部分分几个阶段来处理，我们先处理最简单的人组织，这个部分是没有把这个环境资源部把它放在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可能处理是比较简单的部分。那么这个包含就是那个蒙藏委员会啊那些部分啊需要去做整并的部分先去处理，那么第二阶段呢就会处理到这个部分，因为这部分牵到我刚刚讲的，比如讲说海巡署如果不在海洋委员会他去哪里，那他很可能会要跟这个内政部的这个警政署啦，或者说是入出境移民署等等这几个部分放在一起，那如果放在一起的话，那内政部这样这个内政部是不是太大了，有没有需要有一部分移出来，那这样的话就牵到未来组织法的再一层思考，那同时呢牵到经济部那个人员还要把人员部分要移到这个环境资源是不是要移到环境资源部等等，这里面问题就这个调整呢其实幅度还蛮大，所以就变成我们在因为毕竟520之后这个政府才刚刚形成没有多久，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复杂问题把它当成我们的第一个要务来处理，我们是先把比较简单的部分我们希望在年底之前把它确定，然后呢我们再来呢我们再来把这个最后这个组织法的这个部分再来重新调整，所以这次环境资源委员会还没有放在我们这次立即调整的这个工作表上，原因在这个地方。好，非常谢谢院长，还是希望你把这件事情民间的期待能够放在你心上，要不然的话呢民间就会觉得说好像讲了很久然后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老是看不到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有关于一些的开发单位，我们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做建设，很多地方都在做开发，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开发单位它必须要在这个目的主管的这个责任下呢，他必须要负起一个保育的责任。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右边的这个是石虎，左边的是陆龟，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台湾就是有一个很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地方政府，或者是我们也许说不定中央政府也会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把这些动物呢当成一个模特儿，就是说我们好像在某个时间点呢就会是说我们要来保护他们，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的一个象征，所以是我们的公关宣传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有一个县市政府呢他就会把这个台湾黑熊
把它当成是它的一个吉祥物。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呢，苗栗好了，我就讲出来好了，因为左边的是台北市政府，右边的是苗栗哈。苗栗呢就会把这个就是石虎当成它的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哈。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让一些的真正的做保育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说大家只是把他们来当做一个玩偶，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落实去保育他们，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些的反弹，就是说我们好像都是说在美化我们台湾的这个爱护动物的一个形象，可是事实上大家都会觉得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拜托一下我们的院长，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真的的落实我们这一方面的保育。好的，我想这个部分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徐委员智龙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院长，我想请我们林院长，请林院长。徐委员好。两位院长，各位长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是不是也可以请一下我们卫福部我们林部长？不好意思。好，请卫福部林部长。部长好。院长、部长，志龙在上会期总咨询的时候，也有为我们这个吸肝的这个患者请命。我记得当初的这个标题是写“救救肝苦人”了哈。要谢谢院长跟部长这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也知道，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健保会也拍板，明年我们预计拨约30多亿的这个经费来治疗这个吸肝。谢谢院长跟部长。我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逐年的把这个30亿来提高，因为我所知道的话，30亿可能顶多是治疗个1万个人左右吧。那30亿里面可能还有分一些去干扰素的那些哈，那个当然干扰素效果怎么样，大家选择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了哈。说可以逐年的，因为上次有讲过几10万人嘛，那我们一年才治疗个10000人的话，那些人不用等肝癌啊，等年纪老就可能就这样子的了哈。甚至于我有点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开放，因为有一些患者在反映说更开放的这个协明药处方签的这个释出了哈，这也是有一些吸肝患者的这个心声了哈。志龙在这边做一个建议，那主要我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付费者代表跟医院两方啊，对于这个吸肝新药的这个预算，仍然有一些歧见嘛，哈，最后是决议由两岸并存，由部长我们来决定。啊，请教部长，是不是您有做的决定？报告员，我还没有签，因为这接下来还有2个会要开完之后。我才要做一个决定，不过可能两岸会通盘来做考量。好，希望院长能够加速的决定了哈，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明年有10000多名患者的这个权益的问题了哈。再拜托院长，再来就是也是可以说老生常谈了，就是我们苗栗的医疗贫乏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一再的，我们苗栗县的陈超明委员也好，一再的提出怎么样来提高我们苗栗的医疗水准，所以那个就不再重复的一直讲了。我们苗栗人往台中、龙总、中国医药学院、沙鹿同综合、林口、长庚、台大、台北龙总，真的是急重症者，包括患者跟家属，这样一天算起来5000-6000人、6000-7000人，好，这一点也是我们苗栗乡亲殷殷期盼的啦。啊，在还没有很确定之前，我
拜托部长，他有450床的那个病床，你一定要跟他先保留起来，好不好？好，所以在这边特别请我们中央重视我们苗栗医疗资源贫乏的情形，拜托院长跟部长，多多跟我们关心这个区块，谢谢。再来就是说，我们去年底到今年初，我们这个流感很流行，我们也造成了一些国人的这个死亡了哈。我们今年大家也知道，我们疾管署采购了近600万支的这个流感疫苗。部长、院长，您打了吗？我也打。你打了？哎，是。我们在地方上也有去做那个记者会的这个帮忙宣传了哈。那主要我们是说，我们增加的几乎一倍嘛哈，之前可能是300万剂左右，当然我们因为年龄层也下降，从50岁开始我们就可以打了嘛。那虽然10月1号到现在，我想说部长您知道，目前为止虽然天数也不多了，也才2个礼拜多了哈，现在大概是打了多少支您知道吗？大概目前打的是200万支，去年同期到现在是140万。这样子的话可能也还算不错哈，十几天而已就有打到这个数字啊，到年底600万只打得完吗？我们在努力，目前正在努力当中。当然我们站在防疫的这个角度啊，志龙也希望越多人打越好了哈，但是这个疫苗也是，你是专家了，我是外行了，应该也有期限的这个问题嘛哈，所以说是不是说我们到了11月底还是什么的时候，是不是有达到400万只？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这个期限的问题有关系的话，我们剩下的疫苗是不是要扩大其他的年龄层还是什么？不要浪费那些疫苗，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构想？有没有这样的准备的？有。目前我们正监视这个目标族群施打的状况，到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做开放。好，部长，这接下来也是有关，就是说这个600万只要怎样？既然我们就准备600万只的嘛，尽量来都把它用完嘛，哈。那当然，据这个统计啊，这个我们流感的这个发生率啊，所以65岁。以上的比较高了哈，但是据我所知道的这个统计的数据来讲，65岁以上的老人，65岁其实也不能说老人了哈，也还不算很老，只有40%左右，所以这个老65岁以上的这个年纪的施打的率怎么样去提高？我觉得您有准备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白色乖乖啊，我不是替他宣传，你应该也不是替他宣传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宣传一下，要来打疫苗了哈，乖乖打疫苗，流感不再来。虽然它的品牌叫乖乖，意思也是说乖乖的来打哈，乖乖的来打。流感就不再来，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家里有这个婴幼儿的很好。但是我要所要强调的就是说，刚才讲的65岁以上的只有这个40%，65岁还是50几岁，他们可能还是家里的很重要的这个经济的支撑者。他如果得了流感，万一身体上严重的话，那也是对家庭也是一个伤害，一个损失。这种的构想就是说，除了我们透过林里长的宣传以外，我是接到卫生所的一张明信片的样子了哈，它有通知单了，简单是说一个通知单而已。其实我在这边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应该也跟我们苗栗县来讲，我所知道的也都是跟卫生局有关的。他们
已经成立的，我所知道的是有80几处的这个日照的这个祭典。我听县长在每次在这个挂牌的时候，他有说今年要达到90处这个日照的祭典。我所要提的就是说，这个日照的祭典，我看那些老人家在那边，他们都很高兴，可以学习一些东西，又可以聊聊天，还消磨很多的时间。小的几十个人，多的可能上百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提高那些老人的施打力，我们是不是由各地的卫生所来去跟这个长照祭典的负责人来跟他沟通一下？因为他一个礼拜，他们就好几天在那边嘛，啊，我们就约好一天，卫生所也派得出人来，啊，那就可能要准备个健保卡还是什么，哈，啊，那就由这个日照祭典的这个负责人通知他里面的这些老人，好，我们下礼拜几号，我们就带健保卡来。当然，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卫生所讲好的，他也可以派得出，医生啊，还是护士可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提高这些老年人的，你这个是提高，有点奖励这个小孩子嘛，哈。那我讲的就是说，甚至我们可以拟定一些奖励或者是补助的办法，来鼓励这些日照祭典来配合我们施打这个流感疫苗这样的施打力。您认为我的建议？徐委员讲得很对了，我想，这个我猜想应该我们都有做才对，就是这些属于那个日照中心或者老年人他们的照养中心，哦，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地方，应该都应该普遍施打才对，哦，对，因为他们人都 很集中嘛，哦。那我最后要有关流感的，就是再请问这个部长，就是说我们今年600万只是今年这样子而已，还是说以后是常态性的，还是说明年又变少了，还是甚至于说明年有可能只有高于600万只，不会低于600万只？这个今年要看今年施打的状况还有流行的情况来决定，因为今年是2月的时候这个立法院的决议的，所以是用预备金来买的。那明年目前的我们看施打的那个对对600万只消耗的情况看怎么样就对了啦，对，还要看流行的情况。好，那再来下面一点就是有关酒驾的问题了。酒驾，我主要不是讲说酒驾了，当然我们有部长说什么酒驾78是骑摩托车可能都是中下层比较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卫福部，我们国健署网站了解了一下，我们发现我们国健署对烟害的防治啦，对艾滋的防治啦，甚至于对肥胖的防治啦，好像都有做这方面的努力，哈，好像就比较没有对于说有这些，上的，讲简单一点叫中酒毒的了，哈，中酒的就是有酒瘾的，有酒瘾的这些，我们好像对有酒瘾的这些的防治，好像就比较欠缺，是这样子吗？不是啊。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对于酒驾其实是有一些在检讨啊，那么包含您刚刚所提到的，不过我觉得目前大概就是酒驾肇事的这些案件中间，其实重复就是有多次的。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你的话，我的重点并不在酒驾了，哈，就我的重点是说，有上了酒瘾的，我们卫生署这边应该是不是有像是防治烟害啦、防治艾滋啦怎么样？我们也对喝酒上了瘾的国人朋友们也有这个一些防治的这个措施的意思了。就戒酒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工作是吧？这个目前对酒瘾的不叫没有吗？治疗的部分我们每年是有编列这个预算的600万，那就是要 refer 过来的这些病人，我们来开始跟他治疗。一年大概治疗，到现在治疗是5165人，101年到现在。
还是对酒瘾的部分还是有在进行这个酒瘾的这个防治的。也有一些宣导短片。好，那谢谢我们林部长。啊，主席，我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我们劳动部，我们郭部长？请郭部长。是，委员好。部长好。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就大概提一下，就是有关，我们劳保投保上限的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另外一个政委也有对媒体表示说，这个 OECD 国家都有一些设一些这个劳保的这个天花板了哈。但是只是讨论而已的，就是说一般是说以平均的薪资的 1.8 倍做上限。那我们以 1.5 倍来做标准的话，我们的可以讲我们的天花板算出来就有到58,100的这样的讨论了哈。当然这些提高的话，我对提高这个并没有多大的什么意见了，是说我们从43,000多到45,000多，45,000多如果真的一下子要调到58,000多，我并不反对这样。问题是说这调一下子调这么高的话，当然劳工他自己要负担，资方也要负担，甚至于我们政府也要负担，我们三方面都要负担。那我担心的是说一下子如果只是还没定掉，只是讨论的过程而已，我是担心说一下调这么高的话，我们的国家的财政能够负荷得了吗？这样的主要的原因。包员，这个是好，谢谢徐委员。好，谢谢林院长。王委员龙章之质询以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下一位，我们请刘委员建国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好，谢谢院长，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刘委员好。院长好。院长，我们的时间都不多，所以我就单刀直入。好，院长知道有一个报道，是在云林被弃置太阳能光电板的惠龙翼已经堆置在那个地方3年多了，从100-02年到现在，这个讯息你知道吗？抱歉，我不知道这个讯息。你没有听过？对。那我现在就让你看，它的现场状况是这个样子。这些东西流露出来，它产生的叫做强酸，它会污染土地，而且非常非常严重。这里面堆是多少？署长应该知道，4,000桶。4,200桶。对，4,200桶。对。好，你的数字更正确。我请教一下。当我们要推飞鹅家园，当我们要推百万屋顶的计划，我双手双脚赞成。但是，我们有配套吗？我们有监督机制吗？我们末端的处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种东西容许堆在云里的乡下3年多，我在委员会咨询过，到现在虽然他进入司法程序在调查，但是行政作为是什么？连一个报告，连一个说明都没有。好，署长，等一下。是这样的，我在就像委员所讲的，署长，你让我把话讲完，我就可以让你完整的去做一个回应。请。第二个部分，我们现在要推的百万屋顶，之前推的百万屋顶这个计划，我们跟他换算过，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很清楚，从99年开始一路就往上升，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装置的容量是几倍的在成长，百万屋顶。我要再给院长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院长知道吗？署长，可以看，就是棒球场。好，对不起，足球场。
我们的百万屋顶的足球，对，百万屋顶的私设的面积，总共是高达1125个足球场这样的面积的大小。我们现在在推整体的潘文光电的绿能，就院长的指示之下，我们将近要再找两万至三万多的这样面积的土地。你知道换算起来，总共是多少个足球场面积大小吗？差不多35000多个，等于比当时的白屋顶多了31倍左右。那我现在可以请教一下，那4000桶的太阳能光电板的废容易，就我掌握的讯息，4200桶有70%是来自合法的太阳能光电制造厂，那等于换算起来就将近3000桶。这3000桶，署长有没有掌握？到底是制造多少面积的太阳能光电板所制造出来的这些废容易？对不起，就是说多少这个废液换算成多少这个板，我不可以给计算，这一点抱歉哈。但是给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国家的有关这废液的处理的能量其实一年可以处理到20万吨，24万吨哈，24万吨啊。其实这个废液的量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它最主要是它这个当时在没有经过合法的处置，把它存在大大逼我们那个乡下那个地方啊，本来是外面也放，那因为检调现在已经起诉了31个人移送了哈，所以现在因为进入这个司法的程序，所以是保全证据，一旦司法单位这个保全证据一解除，我们这个完全可以处理，这个在它也第一个它也不是有毒的。如果当时你说这个量不会很大，不是很大，这个量不会很大，就已经4200桶，4200桶，1桶5加仑，你换算超几吨？照理讲是每一个月都可以处理，每年都可以处理，他就不需要累积，对吧？将来只要这个司法单位、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会累积到4200桶？为什么到最后是司法单位去调查到，而反而不是我们行政机关去调查到？不是，是对不对？是我们地方的我们环保局、环保署，然后才移送检调的，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你确定是这样吗？确定。如果你确定是这样，那更奇怪了、那为什么这些没有办法？在整个它开始堆置，从500桶、1000桶、1200桶，甚至陈律所说的堆置到它的厂区之外，为什么都没有查到？因为我们有5家处理机构，有5家再利用机构，我们的能量是够，委员。但是因为就是说他们当时没有按照应该有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规定，他们为什么会没有按照当时的相关办法去处理吗？那这个就是目前就进入司法，就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认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应该先尊重司法。但是在后续，所以你现在答复我是末端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如果末端没问题，他干嘛去堆砌4200桶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讲循环经济，我们总统不是这个跟循环经济另外一回事的。所有的东西的末端处理都和这个有关系。都跟这个关系，重点为什么有办法去堆置到4200桶，没有办法处理嘛？这个厂商代表不是，是代表以前的政府监督不周，是代表整个处理末端出问题。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光电产业这么大，我如果说非常大，你敢跟我讲说没有问题 ，OK？ 那为什么会堆置这个样子？对，就他就是有的人能被兴奋嘛，也不可以处理。哦不，机关的是不找你兴奋的。其实有很多废料底沙都是可以处理。机关的是那我在兴奋。院长，苏弟有你个修4200桶，像你讲的，对电来，对个电话处理电话，伊要申啥物成本？伊要申这成本，从起尾还叫我说等于，佮起诉31个人。其实委员哦，所以刚刚我这关，我们的废气的处理有很多，我不要讲很多了哈，有部分的人业者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当然有，害群之马就是一大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因为在检调侦办如果说我们，你现在能不能直接跟我讲嘛？我们现在要倍增的这样太阳能的光电的施行的这些面积，高达百万屋顶，将近高达30几倍。我们一年可能，我们这整个国家是这么强的这个光电产业，这个理论上是绝对是几万桶的，不是就4200桶。现在这是废容易哦，你院长，听我讲清楚，处长，这叫废容易，它产出并不多。你讲的，对，我们预估2031年，我们太阳能光电板要陆续大量的回收了。好，这些回收过程里面，我们还有能力处理吗？有，因为我们故意分离之后，我们的液体它可以再利用，可以重新再利用。我固体的部分，它叫做这个叫碳化系，碳化系之后，它做提炼之后，它可以变成这个做防火砖或建材。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东西的循环再利用，基本上不是问题，技术不是问题，
法治也不是问题，都、就是公益无照去讲。所长，你卖哪讲法院该判公有罪？如果哈，我相信，如果你早三年来当署长，可能都没问题的。好，但是我就是看到问题的症结。现在2031年要大量回收太阳能电板，我觉得哈，不是2031年就到了呢，是现在马上就到。你看我们多少的天然灾害，多大的台风，这些太阳能电板也被吹得东倒西歪，很多已经不堪使用了。尤其像海线的地方，它没有足到2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委员的说法就是未来的量会很大，未来这个量会很大，光电板的需要量很大，所以这个废液的部分量也会很大。我们要处理的办法，有终端处理的办法。我只是期待了，在我们执政的任内，不应该发生这种正如你所讲的制造太阳光电板少量溶出的这些溶液，既然有办法对视成这个样子。我会特别。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会特别跟家长了解。抬头哦。好了，谢谢。好，谢谢。第二个问题，请问院长，院长这个事情要重视的，好不好？我知道，这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我想这个部分啊，因为台湾是全球太阳能板的主要制造国，那所以它的这个量确实很大，但不代表我们有能力处理了。将来我们只是国内的市场，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整个太阳能使用，仍然是比例很小的。所以这个部分增加，理论来说应该我们有能量可以处理，只是要很小心把这制度建立起来。这点我想我们会来努力。啊，那么署长刚才也有承诺嘛，我们回来把这件做好。我只是提醒一件事情嘛，这是叫太阳能处理的废溶液嘛，对不对？它有办法对峙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样的容量，它一定有段时间嘛。当然，如果在院长的任内，在署长任内又发生这种事情，它只是废溶液而已，对，但不干那个对吧？哪里讲我们要推动整个绿能，真的是会很大的阻碍，也会被质疑啦。好的，我提醒，再来请教院长，署长可以请回，没关系。好，谢谢。院长今年贵庚？65。啊？65。65。对。65就是台湾法定的，已经进入到老人的年纪了。嗯。OK。可以退休了。你知道未来？不是啊，这个就退休。那院长这句话讲的就跟我的观念，跟我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有很大的冲突了。你知道台湾未来最大的组织叫什么组织吗？对不起，我不清楚。人数最多，组织最大。老年人，全国各地通通有，叫做老人会。未来村里的老人会会长绝对竞争，绝对比村里长竞争更激烈。未来乡镇的老人会的会长也会比乡镇长更难选，因为他的比例真的非常高，他老化的速度非常快。给院长看了一个表格，我们是从1993年2月就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那。我们在多久就马上进入到高龄的社会？院长知道吗？是的。您知道吗？我知道，我们是因为在多久我们就进入高龄的社会？原本是高龄化社会嘛。这个是看我们定义了。不过就是如果说是以目前我们过去的那个，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你就要掌握啊。差不多就等于现，就是连未来这两三年了就要进入。2018年内政部，对，所以内政部长该打屁股，他没有适时跟你提醒。不到2年，我们就进入高龄的社会。我们跟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好不好？你知道瑞典从高龄化到高龄几年的时间，花了几年的时间？院长知道吗？应该是比我们是会很快，他们是比较慢呐、啊。瑞典花了85年的时间。对。美国部长可以答复我吗？花了几年的时间从高龄化到高龄？这个我也不清楚。这个我们就是速度很快，比这个我们多快嘛？我们就要比一比嘛，对不对？美国是73年 ，OK， 法国花了115年，台湾1993到2018不到25年，这么快的速度，国家怎么因应？行政院怎么因应？卫生部怎么因应？台湾的人口比例、老人老化速度。超越这种先进国家，是将近高达5%到100%速度在成长。哪个去把当扔给我当盖过了？说我该讲啊，未来过老人节的、重阳节的，绝对比儿童节更多。未来全国最大的组织就是老人会。如果这些老人会、这些老人的组织，我们政府不去重视，他们起而来对政府提出相关的一些意见、相关的一些批判，那个力道会非常大。那当然，我们不是等到他们批判才做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赶快尽快的针对老人相关的医学有所研究，相关的临床
有所去执行相关的福祉、相关的健康、相关的预防。日本的健康保险，他们已经从过去走到现在，预防都已经出来了。台湾刚在从长照 1.0 明年开始要执行长照 2.0， 到现在还有人把长照当成是一个产业，就假哪里都丢了。台湾如果把长照当成产业，台湾去掉掉啊，大概人身心灵都必须长期被人家接受这样的照顾。但是老人银发，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产业看待，但是这个产业它朝向一个健康，朝向一个规划，有针对老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去做一个研究，去个尽早一个应用。院长，你赞同吗？当然了，这个是我想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本来就是要做的事情。那么至于说是为什么我们老龄化这么快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跟我们在这个就是1950年代开始的那个婴儿潮啊，大量婴儿潮，还有就是这个出生率啊，就是在这个1980年代之后，我们的那个人口出生率急剧降低。不是，院长简单讲嘛，我们在白皮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在地老化。好，在地老化怎么做？近程是什么？中程是什么？长程是什么？简单说明一下就好。这个有什么配套？那不定了。这个应当是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健康跟亚健康的成年老年人呢，我们要鼓励他走出家庭，要进入社会参与。第二个，我们的失能失智的老人呢，我们就要用我们长照来服务。所以刚才这个委员提到的很多跟在地有关系的这些研究，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部长，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去建立起一个针对老人的医学，老人的健康、老人的心理、老人的未来的社会，有一个研究国家级的中心，这需不需要做吗？有。那个事实上，这个有关这个高龄医学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我知道目前好几个这个医院或者是这个学校都有在做这方面。这个不是只有医院跟学校层级，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整合。当然你说国家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卫福部来考量了。事实上卫福部应该也在考量这个问题了。我建议部长院长了，部长是不是针对老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好、哦、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的云林县来做个思考。你讲到学校台大这样的地方，你讲到医院，它有北妈中国医药大学北妈附设医院，它有诺社，它有云基张基的系统，它有台大，它也有成功大学斗六分院，这样的一个护地里面，未来你要做临床，未来有相关取得的 data 资料，是不是一个最适合建设一个中心？能不能朝向这样去做思考？也对一个云家家从头到尾健保会缴得一样多的一个县市，到目前为止你立在医学中心的人回复他们一些公平正义，可以吗？这个部分我们会，当然您的想法我们会请卫福部来一起来评估好不好。那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也希望院长好，是，啊，好，谢谢李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立场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
主席有请林院长。林院长，林委员好。院长好，记得上次我跟院长讨论到陆生纳保的议题，不晓得这个议题院长这边有拟出一些面向跟方向提案的吗？因为上次在会后我有交代林政委员来处理这事情，那大概多久会好？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时间还蛮短的，所以我他没有跟我提到任何的。如果在研拟上有需要帮忙的话，我们的提案已经研拟完了，您可以参考。那今天立场针对我们就是要首先要请问院长说，我们台湾的社会安全网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机制吗？那您知道现在我们的安全网破了一个洞，您知道吗？请指教。对，就是所谓的安全网，就是比如说我们社会救助法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居住安全，为了解决贫穷，不管是人的一个基本的居住的人权也好，还是贫穷也好，所以有了社会安全网这个概念。那院长，您知道说这个社会安全网为什么会破洞吗？因为我们知道新住民在台湾未取得身份证的是不符合这些的照顾跟补助的。那想问院长，您知道全台湾的新住民有多少是没有取到身份证的吗？未取得身份证的？那个部长跟我讲，大约25000人左右。哦，那我们不知道数据上有落差，因为我们的数据大概在3000万人左右。没关系，不管2000多还是3000，这些人权，您觉得需要去重视吗？我想，他们只要在台湾，其实不管有没有身份证的人，在台湾都应该要有一定的。可是他未取得身份证，所以他的生存权、他的保障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救助法里面根本没有把未取得身份证的新住民纳入这一块，您觉得这一块要来处理吗？我觉得我的了解，其实在先进国家，好，那您先别回答这个问题，我让您再看后面的问题。您可能会回答的时候会比较有力道，也会落实的去回答。因为蔡政府、蔡总统在选前的时候提了3个政见，其中有3个具体的政见有在蔡总统的网路上面 网站上面有铺露的，里面包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社会救助里面的相关的适应上的扩大，包含为在台湾未取得身份证的这些人也有必要的去照顾到这块。那院长，您觉得说新政府已经上任到目前为止已经这么多个月了，到底这块要不要去兑现？哎，变巴拉撇不？干没跳撇？跟林委员特别说明，我刚才也说到，其实在一个先进国家，不要讲说是没关系，我不管先进国家，我要讲的是目前蔡总统在选前的时候就有提出很多新住民相关的政见了哈。那我要问的是，我提出的，我想说院长您可能也看上面，那您有念，您可以去注意到蔡总统提出相关的政见会去兑现吗？我想政见当然都是要去努力去兑现，除非他在这个当初想思考的时候有瑕疵，否则的话我们都应该。那您觉得这个思考有瑕疵吗？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合理的。我刚刚可以听我讲完嘛，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先进国家，他不要讲身份证，任何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都应该有一定的人权的照顾。对，就这个观念来看，我想即使没有身份证，我们也应该给他一定的保障，随着他的身份的不同。所以院长您支持在社会救助法这一块去做纳入新住民未起的身份证的保障跟人权保障都要纳入，您也支持这样子吗？当然是要就是要就是这是当然就是他不同的身份他有不同权利，但基本的人权都是要得到保障。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身份不同，我们给他的权利保障当然也会不同了。当然，因为他的身份唯一不同是未取得身份证，不然跟我们台湾的媳妇没有什么两样。他也生我们的二代，他也照顾我们的公婆，他也为台湾的社会就业付出他的青春跟劳力，他跟台湾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未取得身份证。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不管您有任何的考量，一定要赶快去提出，因为我觉得说这块蔡总统已经提出政见，表示他有全部的把握要去做才要提，而不是轻轻菜菜亏几撇，
开完了后，大家来跳皮。开完了后跳皮，叫啥？你知无？部长，那个议长，这叫做信用破产。如果开完之后没有去兑现的话，这块是信用破产。所以呢，我在进到立法院来这几个月，我在这个会期也提了，社会救助法里面跟特殊那个俊逸的家庭辅助也提出修法了。可是很可惜的是，卫福部这边说不必要，就是反对这样子的修法。所以卫福部这边的社会救助法里面，不晓得有纳入卫企的身份证的新住民，在社会救助法里面跟特殊俊逸的家庭辅助这一块，有纳入我们卫企的身份证的新住民吗？部长。不过这个还没有这个法令之前，其实内政部就有新住民发展基金。我知道发展基金，好，您提到发展基金，就发展基金里面有多少在做卫企的身份证，就涉及全新住民的社会救助，您觉得有多少经费编在这一块？内政部这经费我不太清楚。好，我跟您讲，因为卫福部是在这一块的主管单位，不能把它推给移民署。您连这个都不清楚，我跟您讲，移民署编了多少？移民署根本没有编，这个也没有法言，是在外配基金里面，以前的外配基金，现在的发展基金编了大概2000万嘛，照顾多少？您说的20几万到30万个卫企的身份证的新住民，实际在执行的时候呢，实际真正的去花到的1000多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经费您不觉得比例上非常的少，然后呢，实际切入点根本没有照顾到皮毛而已。部长，安尼敢有公平？将近三十万人，编多少？1000万、2000万。这个也没有法言，如果觉得这块要，您要不要直接立一个法言？不能直接给钱，这块也没有法言。我知道在这块您管不着，院长可以管着，但您管得着的是在社会救助法里面一定要纳入，您不能把外配基金的那个外配发展基金来跟我谈这块，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符合我们台湾号称是人权立国，号称是会照顾所有来到台湾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身份只有唯一跟国人的媳妇、国人的女婿不一样，就是没有取得身份证。院长，您懂我的意思吗？他跟国人的媳妇跟女婿是一样的，不管你是男性、女性来到台湾，然后他也是生养我们的后代啊，为台湾这块付出啊，为什么不行？所以呢，院长，您可以承诺在社会救助法里面纳入吗？这样好不好？就是把他们纳入一定的保障，这个是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好，但是呢，用什么方式？是要在社会福利法，还是说是现在你刚刚讲的什么原住民不那个新住民基金等等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我不是了解？那个院长，卫福部比较了解所有的新住民的相关的社会救助，还是移民署比较了解新住民的相关的社会救助？您觉得呢？如果移民署比较了解，那根本卫福部的功能是什么？我先不了解，现在制度是不是已经把他们全部纳入了？我觉得说这是两回事啦，哈，那一块是那一块在做的，这一块是急需要去做的。然后这一块到底院长跟部长什么时候要去研拟出来？连我一个小小的立法委员都可以去研拟出来了，整个行政院多少人，整个卫福部多少人，这块没办法做吗？我希望说我的案一读完之后呢，在逐条的时候希望验版要出来，不然的话我会认为蔡总统真的是开拔拉皮，我真的直接下定论。现在我是问号而已，如果我的版本已经进入逐条了，验版没有出来，就是真的拔拉皮。好，这个议题谈到这里，我们会把这个部分，请卫福部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进度，以及我们如何去把相关的这些保障能够做得更完善。好，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有干预，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跟生气？因为很多新住民姐妹真的，她在台湾已经遇到困难了，说无法度去照顾的，没办法照顾她，因为法令上的僵硬。那这个僵硬呢，他们的期待，他们没有任何蓝绿的立场，他们在选前有看到，也听到。也直接去感受到蔡总统的承诺，却在选后，及到现在都还没办法去看到
切实的成果啊，到底爱个担细泥吗？所以这个部分，请院长跟部长这边一定要，至少我的法案在逐条的时候验版一定出来，我这个承诺应该不会太过分吧？我丢立功，那个院长您觉得呢？我们希望卫福部能够去就这个部分啊，能够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您的这个那个条文的内容了啊。那当然，当然，如果您不了解，如果我们卫福部这边有需要我帮忙的话，可以说。那第二个，如果卫福部这边要参考的话，我的版本随时提供给您。好，谢谢。那第二个我要看到的是说，我们来看我们新政府谈的新南向政策。那新南向政策谈了很多，南向政策需要南向人才。那我们也知道说南向人才怎么来了，从上一个会期立产也跟院长讨论到，新住民新二代是我们的南向人才。除此之外呢，也有谈到我们的南向人才还有60万大军的移工在台湾，这些移工就是我们的南向人才。那我们的南向人才有办法去整体去规划好吗？就依顾 我觉得说整个面向我们必须要去做到。不晓得这一块我们劳动部这边在劳工这边的南向人才做了哪些，就新南向政策。报委员，我们包括我们负责职业训练方面，我们会帮助台商训练他们南向的这个人才的需求，我们根据他们的需要，我们来开班来训练这些人才。还有我们对于这个像刚才这个委员所提到，这些外劳未来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在这边扮演很好的角色，所以对于外劳他们在这里的这个训练呢，我们都会加强。那您 我看到您里面有提到所谓的评点机制哦。是，委员是指外劳的评点，还是指、這個、外劳的评点机制？侨外生的评点。外劳的评点机制。是，这是过去在520之前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评估，但是我不觉得我们有政策大转弯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还没有提出这个政策，都一直在评估当中。还在评估当中，了解。那所以您要如何去协助这群外劳去帮我们的台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如果有些技术比较成熟的外劳，那么经过一个评估的过程，那么如果他们可以在未来在台商在南向的时候，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商机上面可以提供一些协助的话，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些政策上面的评估。其实不只是技术方面比较好，其实您知道吗？移工在台湾除了技术工作赚钱以外，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友善环境跟所谓的人的友善。在台湾如果移工遭遇到 不平等的对待的时候，其实他也很难友善。那第二个，您移工有技术方面，您如何去帮他媒介给我们在东南亚的台商？因为据我了解，很多的移工在台湾工作到了一定的年份之后必须要离开台湾，可是您知道他回到东南亚的时候他到哪里上班吗？他到了中国大陆在东南亚投资的陆商的公司上班。为什么？因为他拥有中文能力，尤其是在台湾上班过的很多外面的只要华人的商人在东南亚都非常喜欢用这群人。那我们每次都没办法去跟上所谓的整个世界的潮流，我也没办法跟上，因为我们培训完了，还是我们在这边上班完了，不一定跟我们的台干的那个交流还是有些摩擦，我们是否有切进去了？这边我觉得说，卫福部要去做一个，就是期限在台湾工作期限已经满的移工，跟我们的在国外的台湾的台商去做一个媒合制度，不晓得您有这方面的规划吗？是，报委员，我们目前劳动部跟南向相关的政策，我们正在整个做全盘的整理当中。那大概全盘要盘到多久？也是在我们的评估里面。不能，因为我看到的都是新瓶装旧酒啊，旧跟诶你咩？也不知道，就是这样，新瓶装旧酒，然后很多计划在重提。我原则上几个诉求。第一个，陆生纳保，请院长这边尽快给我一个期程，让我知道法案什么时候提。第二个，社会救助法跟特殊境遇家庭的那个补助修正法案，
请院长这边实现蔡总统的政绩。第二个就是移工的所谓的，就是来到台湾之后要到东南亚的我们台商那边上班的媒合制度一定要出来。这三个诉求再麻烦您回去研拟，尽快给我一个实现卖跳撇的货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陈莹委员执行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请院长跟环保署长。请林院长、李署长。陈委员好。院长好。那个想先请教一下，署长哈，那个我们台湾目前的这个汽车排放标准哦，我们以这个欧洲标准来讲好了，是大概目前是第几期？我们是很快要进入六期，也算是1月1号，算是蛮先进的嘛。因为现在我据我了解，欧洲的这个柴油汽车排放标准哦，目前也是六期哦。那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我们欧洲目前的火车他们的这个，对不起，我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说汽车排放量的这个标准是六期哦，那。二期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很古老、很旧的、很旧的、不环保的、不环保的。是好，那在这边，我跟院长报告一下哈。以欧洲目前的标准来讲，他们的这个火车的这个排放量的标准哦，他们是定在四期，因为汽车的数量比较多，火车比较少。那么刚刚署长也很明确的指出，二期是非常落后又不环保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本席住在台东，我们每次要去高雄都是在坐柴这个那个柴油的这个柴联车哈。那个火车那个柴联车它是二期的标准，好，所以我们每次都看到那个冒黑烟啊，然后很臭啊。那现在呢，我们即将要采购的这个60辆的这个环保列车哦，在跑支线的那个环保列车也是属于二期标准的，然后号称是环保列车了。刚刚署长已经讲，这是一个非常落后又老旧的一个也不环保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现在今年却编列50亿要来采购这60辆的环保列车，用这个二期标准的排放标准的这样的引擎。所以，给委员说明一下，这个火车的部分，对不起。我目前没有掌握这个状况。对，没有关系，我不是要请教。我回去了解一下。我今天我不是要请教署长说，哦，这样子采购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负责火车，而且环保署也很奇怪，我们现在的标准只有定到汽车，没有定到火车，人家都有定了，所以刚刚已经赞美你们。我们准备108年要迈入这个六期的标准，所以我也鼓励环保署赶快定这个火车的标准，好不好？免得我们台铁哦还要再买这个二期标准的这个很落后不环保的这个列车啊。谢谢委员这么关心环保，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移动污染源占1/3，汽机车比较多了哈。啊，火车这部分以前的确我们没有没有注意，不代表我们未来要注意，我们来赶上来，我们来了解。好，那所以院长，我今天借由环保署长的金口哦，来告诉大家，我们即将采购的60辆环保列车是属于二期的标准，这是不环保也很落后的，所以请院长好能够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现在国库其实也是很这个财政辛苦，所以我不希望这50亿好是乱花在买这种老旧的东西。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们南回的这个列车你随便找几台，你把引擎拿出来改装一下，这样就可以，还可以省很多钱。这是本席以上的建议啊，谢谢署长，请你回座。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劳动部长。请郭部长。
委员好。好，部长好哈。我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要落实周休二日的问题哈。那我想本席今天针对这个加班费，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我在那里很努力的算，我们发现了一个大家都没有发现的秘密。好，那是这样子，我们在105年之前哦，我们是采用这个双周84小时的这个工时，那现在是单周40小时的工时哦。那我现在来先设置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前置条件哦。我们假设一位劳工他每月的月薪是36000元，然后他一天的工资是1200元，那平均每天哦每小时的工资呢是150元。那我现在我们在假设哦，就是说我们礼拜六哦，他是一个休假日，那我们给他加班。好，整天8个小时，那平常2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加，我们一周给他加满46小时好了哈，以最高额加班费来计算。很有趣哦，来看一下，在过去双周84小时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加班费是6400块，但是呢，在改成单周40小时之后呢，我们竟然只得到了5600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把这个工时就是改制之后呢，我们现在的一样都加班46小时哈，但是我们算出来，现在我们领的加班费却是比以前少了800块。好，那这个问题并没有过去并没有提出来哦，被讨论哦。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发现，这是国民党104年修正105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单周40小时工时的制度上，这个制度是有疏漏的，反而让我们的劳工哦实际的薪水自动变少了。所以我们民进党今天才要提出这个劳基法的修正哦，赶快把这个少掉的800块补起来。不止补这800块钱，我们还要弥补过去这段时间劳工所失去的。我们毅然决然，本席也愿意在这里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哈，来审查这个劳基法哦。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说按照我们未来民进党这个版本修法的计算，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过去前2个小时我们是加1又3分之1嘛。那第3个小时之后是1又3分之2，对不对？是。那我们的版本是本薪再加上1又3分之1跟1又3分之2，所以在这样的计算结果修法之后，我们得到的未来依照民进党版本，我们得到的是10400块钱，大幅提高了好这过去所失去的。所以我们的版本赞啊，提高了这么多。那但是哈，这个方案呢，本席也要提出一个疑问，就是我想请教你，在休假日加班第9个小时开始，请问第9个小时的加班费跟第8个小时是一样的吗？一样。你确定？是我们这第3个小时开始都是一样。好，但是本席跟请劳动部试算给我们的，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第9个小时已经不是在本薪8个小时范围内，所以本薪被拿掉了。所以部长，你的理解跟你们劳动部内部员工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有试算过交到本席这边来，所以我今天特别要确认第9个小时到12个小时到底这个本薪那个实薪有没有加在这个1又3分之2，有没有加在这个含在这里面？有没有？我的理解是应该是一样。好，我们希望是以部长的理解为主哈。那也麻烦你回去马上对一下，到底这第9个小时的加班费是跟第8个小时是一样还是比较少？是，我再回复这个委员。好的，谢谢。另外呢，当时哦，讲到这个单周40小时哦，要介绍一下下一章哈，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号伟大的人物哦。
让劳工加班费减少的这一位，我们的前任部长陈雄文的爱将就是现任的这个治安署的署长，刘署长，他力推这个单周40小时，但是他没有想清楚这个配套让我们的让我们劳工的加班费减少。那目前呢，他我的理解是他过去是没有这个治安卫经验的哈。那但是呢，他雄心勃勃，就是成立了这个劳条大军那劳条大军呢，到底他是劳条大军还是让人家疲劳的大军呢？因为最近之前有这个宏基的这个事件，现在呢又多了连寺庙他也要去给人家劳动检查。那你到寺庙去劳动检查，还吓到这些去拜拜的阿公阿嬷。那他要去劳动检查的时候，他要不要先把杯一下，看神明有没有答应说这样子的劳条检查是不是符合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需求那么也合不合理？因为本席的质疑的是说，你今天你寺庙查了，那请问你那个基督教、天主教、其他宗教，你要不要也去查一下？包伟，我可以说明一下他其实这个是有点误解，是如果是寺庙里面有雇佣关系的行政人员，他聘雇的这些人是适用劳基法；如果他是志工，这些公骂这些应该就不适用劳基法，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的。我相信部长很清楚可以厘清但是从过去几个事件，我们其实有引起社会不小的这个动荡那也让现在执政政府呢扣分许多，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劳条大军是能够真正协助到劳工，而不是干扰到民众。好，本席要在这边做特别的提醒那包伟，我对不起插句，就是我们这个劳条大军我们希望它发挥正面的效果，所以一定会兼顾劳动检查的效果，同时也不会造成民怨。那么这个最近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彻底的全盘的一个检讨，我们希望能够端出一个比较这样子，刚才兼顾两个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出来。是，我想是这样子我们在注重这个劳动条件检查的时候，本席也要呼吁原住民的劳工很多，老板没有给我们投保，甚至发生职安意外也没有人管，所以在这个劳安检查的部这职安检查部分也麻烦你们加强，不要每天只是在那里只顾到这些看到这个劳动条件的问题，那劳动安全的问题，本席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加强。是，所以我明天会加强。好，那我想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其实职业安全卫生都是劳工的生命去换来的那我们原住民的职灾是整体职灾的60%，那当生命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在讲那个多一块钱少一块钱其实都是很多余的啦。所以本席认为呢，劳工的这个劳动条件如果要申诉希望要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处理那劳动条件呢是我们采比较消极的一个做法，才不会再有一次再像这种类似吓到这个公庙的这个阿公阿嬷的事情那在这边另外就是说打卡到底是不是必要我想是说现在社会已经很进步了，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管理方式，而不是非打卡不可。不是，我们没有要求一定要打卡，但是那个出勤记录一定要有个出勤记录，才有办法去判定说这个他的工时这些工资怎么计算。这个法规上可能部长，我们再回去看仔细这个打卡这个到底这两个字眼有没有？不限定一定要打卡，我们已经改变了。好，谢谢部长。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您请回之后，我们请那个卫福部部长请您部长是院长，您请稍坐，没有关系，没问题，谢谢，没问题。我们以卫福部的这个资料103年取得这个照顾服务员的结业证书的人总共有101,829人，那从事长照服务的人只有26,942人，只占了这个26%那我们以这个秀林乡为例秀林卫生所它当时试办这个培训计划，
总共只有我们培训了42位的照顾服务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是留在乡内服务的。哦，这个是很普遍，在我们可能未来我们也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本席今天要在这边要求的就是说，其实，在原住民的部落哦，来设置我们来推动这个长照哦，那对于这个照顾服务员，我们有更多的要求。第一个是他多元文化的一个观点，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因为族群上的差异。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语言上的需求，因为很多老人家他是只会他的族语是对他来说是比较友善、比较易懂的。那但是呢，我们有要求。有要求了这些照服员，甚至照管专员、社工人员、医师人员都要有这个文化多元文化的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他要去上这个课程，但是我们只要求他，我们并没有奖励他，我们已经说希望能够把这些人留下来，所以本席要求说，除了这些上这些课程的人员，还有会族语的这些人员，本席希望能够有加级的这个奖励。部长跟院长同不同意？这个请林部长说明。我同意。这个本来在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吕孙林委员以及邱泰元委员之质询均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金平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林院长、各位阁员及本院的同仁，大家好。金平今天再度走上族群台，希望能借由这30分钟的时间，向执政团队及朝野的党团政党就当今国家面临的困境提出建言，中间所提到的相关问题请行政院以书面答复即可。无论是涉及劳工休假权利的劳动基准法的修正案、军工教劳的年金改革方案，或各地引起争议的土地征收与房屋的拆迁纠纷，以及美国猪肉、日本核灾地区食品是否开放进口等等的议题，从马英九总统时代就已经引发民间的诸多抗争跟对立。如今政党轮替了，不但抗争依旧，而且力道是加大，让社会更加的分裂，民心更加的不安，短期内仍然看不到解决的方案。政党虽然轮替，抗争却没有平息，问题依旧存在，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自从蔡总统就职、林院长组阁这5个月以来，许多民调都显示，人民对蔡总统或林内阁的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而林内阁的差距更大。政坛和媒体上也出现要求行政院团队改组的声音，滚动的石头长不出青苔。舆论普遍认为，台湾自从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以来，频繁的更换17任行政院长是政绩不彰，政党轮替
再轮替的重要因素之一。2016年，民进党受人民扶托，取得第一次完全的执政，社会对新执政者充满着殷切的期望。但是五个月以来，人民却感受不到政党轮替有带来帮助台湾改善困局的希望。新政府上任至今，既无法解决人民对前朝政策的不满，也看不到选前承诺的政见支票兑现，让人民展现出比前朝更激烈抗拒新政府执政的反弹力量，不禁令我们怀疑政党轮替的真谛何在。台湾从2000年至今16年来，经过3次的政党轮替，均凭归纳了蓝绿政党试图解决台湾困局的3大方案，几乎完全雷同。不幸的是，这3大方案却也都是失败的尝试。其一，借由频频更换行政院长与阁员，希望挽救下跌的声望，结果人民却与内阁更加疏离，不断的更替院长跟阁员，对政府的运作跟政策缺乏经验，让施政更难推动。恶性循环之下，不是止跌回升，而是喋喋不休。其二，总统以党政必须一体为名，出面直接协调府院党以集中权力。然而统一事前虽然有利于正式的协调，但多年运作的结果，不分蓝绿却是越集权越权，体制越混乱，执政越无效能。其三，唤醒蓝绿对抗的幽灵，企图巩固各自基本盘再出发，或借此稳定自身的权位，结果造成政治上更多的悲阁对抗，让社会更加的对立，人民情感更加受伤，国家更撕裂。最后的结果是执政者无心施政，无力执政，任哪一个政党成为政治上的赢家，但人民、社会与国家却都是必然的输家。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今天期待执政党可以创造更多福国利民的政策；身为中国国民党的从政党员，期待本党与民进党能够发展出良性的竞争模式，以更好的议题、政策、政见、愿景重新赢回政权，而不只是等待执政党的错误后无能而取胜。今天此刻再度站在国会的主席台上，以忧国为民的肺腑之言，期待能为打开当前台湾困局尽一己之责，共同思考国家利益的所在，并期盼建立朝野两大政党未来能够正面的竞争，创造以政策而非意识形态对立来争取民心的大格局与新气象。一，要有明确可行的国家政经大战略。国家安全会议肩负规划国家战略的重责大任，国家安全局是旗下的重要幕僚及执行单位，但是国家安全局局长一职，自520以来却一直在留任续任或离任新任的传闻之间摆荡，造成局内人心惶惶，也白白浪费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无法协助新政府尽快奠定国家的政经重大战略，对国家未来的重要规划只能暂时依赖体制外的专家学者幕僚或选战的测试的建议方案。无论两岸关系、台美或台日的关系，拓展国际的空间、参与国际的组织，还是新南向政策、产业转型、能源、国防等等政策，有哪一项是经由国家体制严谨的透过建构政策问题、建立政策的议程、规划政策等程序，从而执行政策，并对执行的状况进行评估呢？还是只流于口号治国，
空有想法却没有仔细的研究与规划。台湾国际与政经处境都很艰难，我们需要明确可行的战略以及永续生存发展的出路。政府的执政若是缺乏明确严谨的国家政经大战略，换再多的内阁也换不出有效有感的政绩，这绝会金贫的危言耸听。目前两岸因为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认知，造成两岸冷对抗的事实持续下去，台湾必定将因而遭遇更加艰困的国际情势。很遗憾的，此时此刻外交单位不是思考如何加强外交的战力，却是以减少支持为由，准备裁撤许多驻外管处，这无疑是筑拆城墙，是缺乏国家外交战略下令国人不可思议的决策。当今政府被人民普遍认为远大陆亲美日的政策取向，是否有经过国安体系审慎评估利弊得失，并且严厉灵活的因应对策呢？而对于有意加强对外投资的企业，或有意扩大经营规模的台商，又要如何因应由于远大陆亲美日的政策氛围所造成的损失与增加的风险？企业界因为政策的不完备所造成的损失，自然也会是国家整体力量的挫伤。我们必须思考，如果在远大陆亲美日的政策氛围之下，也就是台湾再如同过去八年能够与北京相互磋商，而美国与日本又能如何协助我国拓展更宽广的国际经贸空间及参与更多国际事务呢？这绝对不是台湾主观既期待于美日两国就能解决的。新政府的两岸与国际战略及策略到底在哪里呢？难道我们要再一次迷航于国际上空吗？无论是马政府亲美友日合陆的政策，或蔡政府当今被一般民众认为的远大陆亲美日政策，都应该要让人民明白台湾相对准备付出的代价，并且妥善因应相互之间的利益交换，这也就是战略规划的价值所在。面对近来台湾持续加强与东协、中亚、南亚国家双边与多边关系，我们的新南向政策能及时有效的因应吗？美国总统即将改选，我们能够预估与反映两位主要候选人当选之后可能带来的美中台关系、区域情势与国际经贸体系的转变吗？无论两岸国际、国防、产业、经济、能源等国家政经大战略的规划，政府令人民感到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就是以拖代变，甚至等而下之的义和团式的民粹思维回应。如此下去，政绩当然疲弱，人心更加的不安。政府疏远大陆的政策氛围，要如何才能让两岸走出冷对抗的现状呢？即使无法维持过去八年双向的交流热度，至少不能让两岸未来充满不可知的一个恐惧。金平相信两岸领导人都有想要打开当前困局的意愿，然而民进党与共产党之间除了严重缺乏互信外，在两岸问题上也有各自坚持的核心利益，而画下互相不可抵触的红线。金平认为台湾两岸战略的规划就是尝试在两党两条红线的有限空间中寻找最有利的出路。共产党对两岸关系的原则在于不能有任何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国家或以任何形式实现台独的疑虑，而民进党的两岸关系底线则是台湾与大陆不应该被限制在一个中国框架，与两岸
终极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化解两党的差异是一个复杂难解的庞大政治工程，但民进党既然执政，就不能推脱解决困局的责任。解决之道更绝对不能只依赖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与测试，而必须考量在国家体制之下台湾得以掌控的尊政实力。政府要面对现实，务实运用各种资源，规划出完善的解套方案，如此小至民进党，大至全国各界，才会有可依可行的两岸政策，人民未来对政策的选择也才会有意义。不同政党执政，尽管可以画下自己的主观红线，但关键在于拥有多少客观实力来挺住这个红线。模糊的战略解决不了当前的困局。蔡总统520就职演说以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以别于马总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由于没有完备的战略规划，面对九二事实究竟是什么具体内容的质疑，却拿不出经得起历史事实检验的因应剧本，又将如何化解两岸的僵局呢？二，重整文官的队伍，重建文官的战略。政府由文官组成，文官则来自于社会中的精英与优秀的人才。但在历经三次政党轮替，这十多年一个折腾之下，文官们却饱受批评否定，被画下无能的科技，归类有特定政治的立场。前如所指之下，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文官的中立跟专业。黑马迎合每一次的新政府与新所长上任，不然就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交代了才做，这是人民的损失，更是国家的危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再强的战斗单兵也无法扭转无能将帅指挥的战力。这不是将帅统一权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能够顺利通过国家考试，尤其是高阶文官来源高考，并顺利获得任用的人，都拥有着优秀的专业学识与个人的毅力，这才有呢可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这群精英文官们曾经推动中华民国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带领国家经历从农业、轻工业到现代工商发达的资讯时代，中间度过了石油危机、金融风暴，中间努力呢，更使国家由戒严体制顺利走向民主、开放与法治，并且安稳地挺过首次政党轮替的恐慌与疑虑。中华民国的文官历经时代的检验，确实是一群优秀而且中立的稳定力量，说他们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也绝不为过。世界上成熟的民主国家，即使像内阁制国家发生频繁的内阁更替，甚至造成无法顺利组阁的长期执政空窗，国家仍旧能够顺利运作，就是相信文官的能力，相信文官对政策长期演变的掌握，相信文官对政策可行与否的评估。当然，文官绝非万能，文官也绝不是政治体制唯一的万能丹。不相信文官，以为官大学问就大，就会出状况。新政府就任以来，多次被批评是法夹弯的政策，有哪一项是出自文官体系评估后的结论呢？轻易说出30年以上老屋买卖必须附上房屋建检的资料的政策，一开口就收回，相信也没有经过文官体系的完整评估。政府甚至想打破政务官与文官的藩篱，让属于文官的三级机关所长开放与不具任用资格的人士比照政务官任用，恐将严重破坏文官的体制，把现有的
行政体系视为施政不力的代罪羔羊，造成政策无法连贯，公务体系权责不分，这岂是国家之福？流水的政党轮替，铁打的文官体系，是朝野各党团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福祉必须全力维护的体制。相信文官，信赖文官，尊重文官，国家机器才会有效的运作，发挥正面的动能，党政一体也才能有效指挥国家机器发挥作用。府院党协调的结果，如此才有办法真正落实在文官体系的之中来运作，才会做出好的成绩。今天必须重申，相信文官不是因为他们万能，而是他们有能力让国家机器维持良好的运作。执政党必须尊重文官，让他们不必借顺恐惧于政党轮替的无所适从，千万别将文官冠上蓝营基本盘的封号。当他们在执政党政治符号的压迫之下，必须放弃中立选边站，这绝不利于国家，当然也不利于民进党的执政。历次全球国家竞争力的排名，台湾都因为政府效能而拉低排名。问题不在于优秀的文官，而是让文官体制无法有效运作的政务官。如果政务官自认官大学问大，无法接纳文官以专业与经验所提供的建立与拟定的方案，只会让他们袖手旁观，等着看你出丑。执政党若持续用政治意识形态强打主导一切，而强行主导一切，凌驾专业，文官只会灰心丧志，等你下台。如果将一切施政失败归咎于文官都是蓝营的基本盘，他们只能被逼着更有机会转变成为支持蓝营的一份子。尊重文官，保持文官中立，让国家机器充分且顺畅的运作，权力集中的政党合一与府院党间的协调才有意义。三，朝野对立不终结，都是输家，没有赢家。上次总咨询，金平在这里语重心长的呼吁，蓝绿恶斗不终结，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台湾。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当然要负起终结朝野对立与蓝绿恶斗的绝大部分责任。对立恶斗的恶性循环，能否转为良性的互动？主动权掌握在完全执政、拥有绝对权力的执政党，这是金平近20年来参与朝野协商的心得，以及批评在野党不理性、不顾大局、不知思考。身为执政党的一方，付出多少的善意跟空间？国民党主政时，我如此主张；今天民进党完全主政，我更是如此的期待。毕竟在野党的责任是监督、批评和反对，执政党的责任是交出令人满意的政绩。朝野对立、在野杯葛，当然不会有好成绩。上会期的咨询时，本人一再呼吁要审慎订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因本案立法实在没有迫切性，何必急于一时？何况颇有针对性，更应朝野协商。千万别注视绝对多数的优势强行过关，否则势必影响而后朝野两大党团间的关系跟互信。金平苦口婆心的争谏之言，没有改变民进党强行通过的决心。果然，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完成立法之后，公事业预算便遭致全面性的杯葛，而无法顺利通过。林院长期待以公事业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构想落空，眼看国营事业审查遥遥无期，本会期法定今年12月31日必须审议完毕的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也面临
再也全面杯葛的压力。当民进党决定以绝对多数通过针对性极强、充满违宪、违法之余的法律斗争清算国民党时，被逼到墙角的国民党只能行鱼死网破的全面杯葛，这绝对可以理解。民进党执政的重要诉求之一是落实转型正义，而处理国民党党产则是首要的任务，但唯有程序正义才有真正的转型正义。试图以不正义的手段，不论其有多高尚的目标，转型正义都成了缘木求鱼，对政治更是自私一分。一部有违宪之余的条例通过之后，执政党射出的第一支箭则是冻结党工的薪资来源。国民党党产纵使千错万错，处分党产也不应祸及每月靠着薪资养家糊口、依赖退休金安度晚年的党工身上。这当中除了为达政治斗争不择手段、视人民合法工作权、以财产权为刍狗的霸凌心态之外，有何正义可言呢？政府对财产权、工作权的保障是宪法层次的基本人权要求，人民合法的工作酬劳非经司法判决不得任意剥夺。即使债权人对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然会衡量债务人的收入和最低的生活需求，以决定债务偿还的金额跟方式。不是政府债务人的国民党党工，如今却在一纸行政命令下薪资来源遭到冻结，党工个人与家庭生计都遭受到立即的冲击。政府的作为为置国民生死与不顾。当我们看到新政府就任就对官场的工人、国道收费员乃至于华航空服员的劳动权利做出重大政策改变的同时，不免让人质疑执政党对人民权利的保障难道还有党派之分吗？林院长，这绝对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违宪做法，还是一句老话，亡羊补牢又未为完。金平出身基层，来自基层，了解全民依法处理不当党产的期待。我也相信国民党愿意面对法律，对党产做一次彻底的清查，之后就不必再背负不当党产的包袱。但是不用学者专家引经据典，无需金平在此一一列举，只要稍具法学常识的人即可组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中多处有违宪与违背法理基本原则之余，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合宪与否涉及法治国家必须坚持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唯有在合法合宪的大旗之下才有可能达成真正的转型正义，否则只是以正义之名行政治破坏之实，这将让台湾的民主进程不进而退，也会在国际社会上留下恶名。金平认为释宪是当前唯一保住程序及法律实施正义的唯一途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释宪案的理由在于：一、表决时民进党强行过关，未能与朝野协商中理性看待国民党基本法理所提出的修正意见，使条文失去讨论的空间及被详细检视的机会，因此这部针对性极强、斗争性、政治性极浓的法律必须在经过释宪的程序取得而后执行的正当性。释宪之后如有违宪的条文必须暂缓施行，待立法院依大法官的解释经朝野协商妥善修法之后，完成一件执政党、在野党、人民、国家都赢的政治大工程。三，在完成
一事件结果修正的立法程序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便毫无违宪之余，将让朝野双方都有必须尊重的义务。执行者没有便宜行事的借口，被处理者也更没有抗拒的理由，如此才是真正落实转型正义。从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规定，除了地方自治争议外，事件申请方式还有两种，一是经由司法诉讼程序，但处理方式旷日费时，缓不济急，无法解决当下政治高度对立的氛围；另一种则是由本院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申请释宪，但国民党仅有35席，距联署释宪成案的门槛尚缺3席，国民党从而必须自力救济，另寻3位有党同仁联署。但是金平认为，为了政局的和谐，为展现执政党捍卫宪法、捍卫程序正义、顾全大局，更为展现执政党取得处分国民党党产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金平借此族群公开向民进党同仁、民进党的党团、民进党中央呼吁，让朝野两党共同联署，共同提案申请释宪。对于金平提议两党合作联署释宪案，不知我者为我何求？金平所求无非是借由两党合作捍卫宪法及程序的正义，知我者为我心忧，忧心朝野各执己见，尤其执政党依是绝对多数席数，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步步进逼，以转型正义为名，却弃正当法律程序以不顾，乖戾之气冲塞国会殿堂，这绝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学者巴斯夏说，法律是防止不公不义的公共力量，一言以蔽之，法律就是公义。法律是我们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基石。金平以为，唯有以理服人才是权力的尊第，唯有符合尊正公义的法律才能够获致正义的实践。金平在此期待朝野有智慧共解僵局，台湾能够持续向前。谢谢大家。谢谢王委员。报告院会，本会期本院委员对行政院林院长提出施政报告之质询，自9月13日起，经过6次院会、9个会议日质询，已在今天询答完毕。谢谢林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列席答询。在质询结束前，我们再请林院长说几句话。林院长，请。苏院长、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女士先生，贵院第9届第2会期对本院的施政总质询在今天告一段落。本人在此特别要向苏院长、蔡副院长以及所有委员，在总质询期间对于本人还有行政团队诸多的建议和指正致上最深的谢意。我们会用务实的态度积极的改进和落实。自从今年520之后，新政府根据蔡总统的施政蓝图以及一本为人民解决问题的初衷，积极地规划各项施政领域的相关的推动政策，并且全心全力付诸实际的行动。有关于各位委员先进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灾防、廉津、两岸事务、经济发展、就业、能源、长照、原住民、离岛、电业还有新南向等问题所表达的关切，那么这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施政工作，我们会以更完整的沟通来凝聚社会的共识，同时加速规划相关的新格措施。我们也有信心一定能够让我们国家的进步和繁荣具体的实现，为下一代打造最美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随着总咨询的结束，贵院也将进行密集的法案审查，有关本院所提出的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还有住宅法修正草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为了推动长照计划所提的长期照顾服务法第19条、第22条、第62条修正草案等等，这些都是攸关我们国家未来发展还有民生福祉的重要法案，也自盼贵院各位委员先进能够大力的支持，早日完成相关的法定程序。最后，我要代表行政团队向贵院的所有工作同仁以及现场的媒体朋友表达我们的感谢，并且祝贵院院务顺利，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林院长。现就施政总执行做以下决定：一、将各委员发言记录以及书面质询函送行政院，请就未答复部分予以书面答复；二、已提出之书面质询尚未刊载公报者，一律补刊。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为止，现在散会。